至于何谓控制，这个应该就不用多做解释了吧，<laughs> 反正就是一个很神的属性啊。你看点到五级会有三十五趴，超级恶心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丐帮打狗阵的通用，丐帮打狗阵的通用是免控对应的，然后一样是三十五趴。好，咱们来看一下效果，阵法激活，好，它有所谓的生门。 跟死门，我们直接以二级来看，二级才会启动它的特殊效果。指定二号位为死门，攻击少五趴，总血量加八趴。指定四号位为生门，攻击加五趴，总血量扣八趴。当生门侠客受到致命伤害时，不会阵亡，由死门的侠客承担所有致命伤害，其余位置减伤加五趴。 是不是一个超级神的属性啊？估计独队应该蛮好用的。通常四号位的选手通常都是摆欧阳锋，然后二号位哇，那就可以摆个嗯赵敏或斗酒神僧这种，哇，真的是非常不错啊！而且你们看点到后面的时候啊，有没有看到这个免疫持续伤害？ 应该说点到四级就有了，四号位的生门还可以免疫持续伤害，真的是超级屌的一个阵啊！哇，看的我都好想点啊！<laughs>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丐帮打狗阵。丐帮打狗阵它就是一级是总血量加成啊，这个还好。好，我们来看一下二级的时候，所有侠客总血量加五趴。 开场时标记敌方攻击最高的侠客，使友方侠客在攻击后有三十狙触发对该攻击追加一次造成五十攻击的真实伤害。每次成功追击后有二十几率晕眩，持续两回合。若该目标被连续追击六次均未被晕眩，则下一次必定生效。被标记的目标死亡后将重新标记。这一招真的不错啊！ 可是没有标记就指定，这是比较可惜的。但是这种东西估计有很多另类队伍可以使用，因为它是开场标记敌方攻击最高的侠客，那我们就可以摆专门针对攻击最高的侠客的技能，真的是蛮不错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后面会不会进阶。嗯、呃，后面的话每两次追击成功有二十趴几率晕眩。 嗯、呃，后面就是减低追击次数了，算是不错的。这一招，应该不是说这一招，啊，这个阵法应该也可以研究一下。这个阵法我觉得应该也蛮强的，只不过我还没有思考到要怎么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呢？不过老实说，这个两仪围城真的还不错啊。如果以速度相等的情况下，这个只能总能创造奇迹啊。 啊，好期待这两个阵法。好，然后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两个阵法是没有所谓的什么初始怒气那些东西的，所以初始怒气是不能再高了，<laughs> 它最多就只有增伤跟护甲，然后这个是减伤跟护甲，所以算蛮少的啊，<laughs> 这估计很快就满了。好，那今天的小短片就到这边啦，主要是跟你们介绍这两个新阵法。 真的还不错，而且重点是这个粉红色的，是不是很漂亮啊？还有这个绿色的，嗯、呃，这个如果踩在脚下应该可以啊，如果戴在头上就不太好了。<laughs> 好了，我是小春，咱们下次见，拜拜。